抽长的，要抽长的，要抽大串，要抽大串。天才的光，你光点脸了吗？抽大串了，光准备出奖了。今晚好，快零六年，11月28号，礼拜二上午，快10点半检查，快11点开光点脸。继续点左眼右眼，正前方的师傅，看到两边的八仙的神像。现在要点那个传呼啊！哦，有高功道长哦，点那传呼呢？有传统的将军、啊。哦，点将军，点头部、眼睛、眼耳鼻。眼鼻口，晚霞不尴尬，光六根温度，六根了哈，象征一下，眼鼻口，身，哦，传统的将军像，你看，也要开光点点，拿红朱笔，朱砂笔，红朱砂笔，哦，点眼睛，哦，点鼻头，哦，点嘴巴，点耳朵。啊，点身双手双脚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开光点，有灵啊，